浪费掉得天独厚的好财库，怪不得十赌九输。以前你知道我十赌九赢，有被扣吗？邱医生哎，看起好看哦，因为他一直放枪，看到麻将有一点害怕。其实呢。阿德奇有个非常好的财库，隔壁的房间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库，所以他完全浪费掉了意思了，还是我搬进那里睡？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搬那边睡。你鬼啊！你困在灾口，钱上就一直生钱出来了。